看我怎么教训他。哎呀，左儿大哥，你救救我呀！哎，左儿大哥，哎呀，求求你了，真的。哎，怎么样，还闹不闹？师哥，你太过分了。嗯，哎，你俩别闹得太过分啊，要是让丁克懂，回去罚他。你怎么越来越泼了？谁让你欺负我的？我怎么欺负你了？晴儿，都不关我的事啊，别泼我啊。不关你的事儿，你不帮我还袖手旁观。你们干什么？你们干什么？哟，老爷，老爷，婉儿。你看见这件金丝甲衣了吗？别把它挂在这儿，这就代表你的身份和地位是何等的尊贵。你是皇上册封的金甲战神呐。爹，虚名罢了。什么虚名啊？当年为朝廷驰骋沙场。